鱼全进来了，然后呢炒一锅给媳妇吃，来媳妇先拿着啊，葱姜蒜下锅，放入老干妈，炸过来炒出香味，大扇贝，八爪鱼，钵钵蟹，大虾下锅，来腌完了。加点香醋啊，做海鲜必须放点醋，放点料酒去腥啊，加点水啊，然后呢煮个十分钟左右就熟了啊。喜欢吃海鲜的朋友给大渔民一个双击啊，给就给一个。